就是亚兰老的北极杯，可以刷锅，可以烤肉，超丰富啊！我们这一餐，哇，今天的吃药。哇，人家带我来的空多那边的嘛，有点月子中心哦。对啊，哇，这很大型一下了。哇，其实我是要带你去吃烧烤，可是我想吃火锅、哦。这里烧烤、火锅都有，就是这间亦兰捞。试看这广东话。亦兰捞。亦兰捞啊！看我哎！火锅烧烤对吧？还是亦兰捞啊？嗨，两位啊？两位半。亦兰捞。喜欢吃海鲜的吗？喜欢你比较多，这一刻也好烦。那我推荐上你们哪一个 set B 这样子？有肉的啦，这个 set 有的有的。他最喜欢吃肉了，嗯，通常禽兽是。哎呦你妈！想来这个要兰花式烤肉。先拿酱料，哇，它的酱料区很美一下哎。女生不要拿酱料没？要啊，可是我不想自己调。哎，你可以帮我调教我一下。啊，不是不是，调料一下，调料一下。哎，是是是是，哎。调戏完了，不调好料了。一不小心说出真心话。这个是我们店里的招牌三鲜牛油麻辣煲冰汤和猪肚汤。哇，很香哎，我不急待要吃哦。哇，这样多还行。是我们帮你们点的那个馅饼，这个是五花肉虾滑鱼丸。送你们的馅饼是上期了的啦。可以，就是我们的海鲜套餐已经到期了。鲍鱼，还有鲍鱼。这么年轻吃鲍鱼，认识我的人都知道。这是网红的台词哎。好、我跟大家讲说，不要问我自己一个多少。这家那个三鲜，它很重那个贡里脊的味道，不过这样子喝是蛮鲜一下。我猪肚汤，肯定有五猪去同工的味道。看一下他们的虾很大只。很三鲜，它的鲍鱼也是很大块一下，带一点粉嫩。哪里？麻辣。这个东西，这个就是亚兰老的北极杯。听到没有？人家讲鸡乌鸦。北极杯。在你口中讲出来好像有点像猪。是它的麻辣鲍鱼。小鱼。那种传讯，红小鱼，堆堆的，很新鲜。大嘞，这样子想。喵喵喵喵喵。来，快点找你的爱心酱料。哇，没有了。调料很香。还要给摄影师。澳洲雪花飞机，雪花，刚好十五秒，真香！哇，我们现在要烤肉了，烤肉棒，烤肉棒。这个是我们的泰式，然后牛油麻辣，还有三色。哇，它有腌过的，果然不一样。帮我点一个3.8cm 的，我要一个2.7cm， 这两个要克。没有这样厉害，这好好吃，关键就是它烤到它有些人焦香焦香，只要是你煎的都好吃。我们就太撩起来了，生菜包肉吃。哎呦我的妈！真的可以吗？兄弟没吃药。带走我们还可以自己配一些酱上去。这也太香了！哇，这样，干哦！哦，啊，哇，这个大力哦，实在太诱惑了！哇，很满足哦！哇 ，ice cream！不够吃的话还可以再一杯。不是够吃的，通常是摄影师不够吃啊。